我即马除咧走啊，拢爱足注意，爱看。是讲要做啥也无看哦，你敢看哦？对哦。对啊，当时咧做啥，你哪会知？人啊，无冤家啊，无去无捌就自杀啊，臭个死人！哪会安尼？啊，做无偌久呢，气死，才做半年尔。那是讲啊，做家庭的嘛袂歹啊，哪会知家庭的有钱？听闻同事的讲，做事。啊，去因家爱伫遐枵到咧皮皮喘，较紧去买米互伊。伊讲吼，租厝原来爱，哎，当时也不歹运嘞。伊的福分爱有够吼哈。对，讲实在。无你。那无刚好运通带来个。蛮毛坏，啊，所以即摆厝拢了起蚊啊。啊！迄间厝就讲好，阮即摆甲几廿几十几年，十三年啊，可能。而且佫甲人告知讲迄落，我头个讲作弊去。住的很便宜，也是有很贵。你不是你叫你做先生的啊？其实即马高雄开始有要发展，高雄要去103的呢，比台北阁加两站。真个假的？真正电视出来啊，徐旭东要去的啊。有啊，迄个远东集团的。徐旭东即马去厝去要探亲。伊即马要去高雄去103啊。唉，可能探亲才用的啊。听讲迄个可能要招商迄个大陆集团，啊，即马咱的福茂，咱的福茂已经哦。有过啊吼，伊个啥过？可能啊，即个豆豆有几摆已经，阮头家咧讲啊，讲已经过啊啦。过啊对，啊但是还袂实行尔。还袂实行对，啊但是讲听讲即摆实行落吼，大陆个人一寡生意人袂贵啊，拢过来。所以，迄种收上迄落迄个，咱伊过来啊，咱过去个，所以吼，好嘢人是做好嘢啦，啊善良人。迄个无啦，阮。阮迄个，阮头家。大陆伊来台湾。是啊，迄落。大陆的市场比较广啊，是啊，人来要送啥呀？是咱贵台了较济，人去啊，拢要贵。不是伊吼，伊凊彩一线吼，拢遐尼大，凊彩卖嘛比人较好。伊就是迄个，阮头家一个朋友啊，伊即马咧替大陆的无，替大陆即马伫迄个内湖遐咧找一寡迄个办公室啊。找一个办公室啊！即摆你下底找办公室啊！你去大楼诶。台北吼，你会记起咱三四十年前，咱来台北吼，啊，趁钱诶，有欢喜个，啊那迄个来，是伫迄个来吼，啊，倒去诶吼，地拢毋敢讲，休息啦，啊，即摆来休息。了钱诶咯，毋敢讲。像迄个趁钱诶人，像迄个刘连贵因儿子诶，去大饭店诶，去大陆吼，盖诶旅馆是。
啊，你去遐钱开了啊，人家哦，即马基本哦，大陆迄个迄、那个财团哦，已经要基本，我要去大饭店咯。啊，就是伊买去啊，本来是。唔是哦，即马要搁去哦，唔是到遐尔哦。我听讲嘛，几百个去台东啊，迄个基本遐要发展哦。台东啊。